我来介绍第二专来宾，前国防部部长、国防大学讲座教授蔡明宪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东海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教授。东海大学陈永峰，大家好。国际财经评论员吴家龙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第一段会谈上周所公布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以及安倍首相即将访问北京乃至东北亚形势。下半段我们着力于中美贸易战、会议战，以及演化出的美加墨北美洲三国的有关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先来看日本防卫白皮书上周公布了，请。今年六月，美国总统川普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峰会，双方签署协议，推动北朝鲜无核化，连串发展让东亚局势急速缓和。但日本防卫省在28号上午公布的新年度防卫白皮书中却认为，虽然北朝鲜看似已释出善意，但无核化没有明显进展，再加上北朝鲜至今仍未撤除射程覆盖日本国土的独动弹道飞弹等武力，各种因素让防卫省依旧将北朝鲜视为国防最大威胁。白皮书中也再度强调，为了防范来自他国的飞弹威胁，因此向美国采购陆基神盾反飞弹系统也是不可或缺。目前日本预定向美国采购两座陆基神盾系统，但随着近来北朝鲜大幅减少军事挑衅，恐怕也会让各界质疑是否有必要购买一座要价1340亿日元的陆基神盾。由于防卫省必须在年底前提出未来五年的国防计划大纲，防卫省未来也需要积极与各方沟通，强调陆基神盾必要性。另一方面，今年防卫白皮书也依旧关注中国的军事面动态，直指中国以军事强权之姿崛起，未来必须戒备中国军方在南海、印度洋等地的动态。每周一我推出2小时的国际形势分析跟评论以后，很有趣，我们台湾内部的观众或者海外的台侨一定予以高度评价，倒是有两类人就言论非常情绪，也不无挑衅甚至怒骂者。一种当然是我推估是来自北美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侨民，一种是在中国内部翻墙而来看的。我这边很公开回应你们，我很少在粉丝专页跟你们辩驳，因为你们实在太不了解台湾人的立场了。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节目，其实台湾政论节目没有人这样做的，用2小时时间对一个礼拜的国际形势做分析，我们要呈现台湾观点。如果用一个电视台做比喻，在中东的半岛电视台，他意图在英国、美国，包括很多法国为主的这些电视台之外，做一个本土的评论。如果了解半岛电视台站在中东人或阿拉伯人观点，你就了解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提供台湾观点的解读。当然，日本防卫白皮书是年度大事，我们有前国防部长跟日本专家还有财经专家，我们希望从这三个层面来切入。请蔡部长，请。好的，日本呢，上个礼拜公布的这个日本呢，国防白皮书里面最少是有三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日本从日本的观点认为说，北韩的核武跟飞弹对日本的威胁是 number one、日本虽然是这个北朝鲜跟川普有过去一年来有这样的一个对话，但是日本呢没有放松日本认为说北韩对日本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日本还是把它很严肃的来面对。第二个呢，就是对中国，这次呢日本的光白对中国这一部分呢用了30-40页的这个篇幅来说明中国对日本对亚太地区是一个对安全威胁的不稳定的因素。所以日本认为说中国呢不仅对日本对北朝鲜也好北朝鲜半岛对东海南海对亚太地区是一个亚太不安定的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日本甚至在日本举个例，过去一年多来呢，中国的飞机或者这个战舰呢进入了日本的周边海域，日本的飞机呢要很快的要起飞，占了将近，如果有100次的话，占65%都是这个起飞拦截甚至驱离中国的战机呢中国的部分占了65%，所以这一点呢可以说是日本对中国的崛起对军力的扩张感到很
还也是很忧心，所以他们会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这一点呢是可以了解的。那第三点呢，今年他对台湾的国家安全、两岸的这个军事的平衡呢他也做了分析他第一点呢认为说台海中国跟台湾的军事的平衡呢已经对差距呢越来越大，对中国有利，对台湾是越来这个年国防台湾的国防年度预算呢他说是保持一样，都是杀到3000亿到3400亿中间没有增加。但是呢从我们的观点，因为台湾的 GDP 每年在增加，所以虽然是都是3200亿到3300亿，但是呢对 GDP 的比例来讲，台湾的国防预算不增而且是减少，这个是我们感到忧虑的我们感到有，虽然蔡英文总统说明年2019年预算会增加2%-3%，但是呢几乎呢对国防的战力呢能够增加的部分呢能够增加台湾的战力呢是微乎其微的。那日本的军力白皮书呢也建议台湾呢未来这个除了向美国这个军购以外呢要强化我们自己的，除了预算要增加以外呢希望台湾呢在国防自主的工业、国机、国造、国建、国造这一块呢台湾能够来大力的提升。那日本呢也善意的提醒台湾呢在这个全民国防、全民防卫这一块呢是台湾未来的几年可能需要用大大的心力跟努力呢，不管在预算、在人力、在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努力之下，提升台湾人民对这个国家意识的提升对敌我这个危险意识的提升呢需要更加的强化。在102年前，1916年，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引爆两年，大战方酣，一位德国学者，就是我要讲这位马克思韦伯，他写一本非常薄的小册子，叫做《政治是一种职业》。这本书他是写给那时候的德国的参谋本部，这里面做军人以外还要做政治判断，热情、判断力、责任感。我觉得在这里面为什么韦伯对军方说出呢，换句话说，军人务必做一个政治的思考，地缘政治的思考。我要特别再把这个文章的动机提出来。然后除了白皮书以外，防卫省白皮书以外，同时安倍首相也正式宣布了10月访问中国。为此啊，双方的外交官已经最近频繁互访，然后安倍也希望习近平回访。即使如此，正如产经新闻做了评析，日本外交仍然是美国老大哥说了算。永老师请。先讲一个还没有公开的内幕的消息。产经新闻昨天访问了陈水扁总统、前总统。可能在比较适当的时间，访问稿的内容就会出来。多多少少会对蔡英文政权有一点点冲击。各位看到了之后，我们再来说明好了。刚刚胡大哥所提到的，安倍晋三在8月26号，在鹿儿岛，鹿儿岛我们的制作团队才刚刚去过而已。为什么从鹿儿岛宣布要竞选自民党的总裁？当然跟明治维新150年有关系。所以说，要再创造一个新的日本。日本新过很多次，就像伊势神宫每20年就要改建一次。所以日本人对于把旧的东西拆掉盖新的这件事情，一点都没有抵抗感。比如说德川幕府。完全的锁国，明治维新重新开国，战败之后又得到了美国所给他们的新的宪法，到今天为止，但是又觉得不变不行的状况底下，所以从今天到日本，在日本各地都看到在纪念明治维新150年的非常多的事业，所以日本又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然后很重要的一个新闻，胡大哥也提到了，日中和平条约生效的第40周年，就是今年，安倍晋三访问中国，这样的事情应该会实现。不过这一件事情，各位千万不要理解错误，这是来自于北京主动的邀请，而这一件事情，当然等一下嘉隆兄一定会说明的，跟美国。还有中国之间的贸易战或其他的对于
敌国这两个字的设定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中国需要日本，当然另外一边中国跟日本，或者是倒过来讲，日本也需要中国，这样的景象在今天的东北亚确实在出现当中。最明显的是五月，我们也在这个节目说明过日中韩三国的首脑会议，但是当时出席的当然是李克强。从那一天开始，那一段时间开始，日本跟中国之间高度非常高速度的在接近当中。所以再来，刚刚讲到的8月26号安倍晋三在鹿儿岛宣布竞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顺便也提到了，再来的一年两年，日本的变化非常非常多，包括修宪的问题，包括明仁天皇的退位的问题，包括 G20 在明年要在大阪举行的问题，还有甚至讲到了2020年东京的第二次的奥运举办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包括安倍的访中，还有设定了好几个日期的可能的习近平的访日，都已经在日本的政治的日程表里面。这个表各位导播不知道有没有让观众看到，我列得非常的清楚，各位一条一条的看，这是再来的日本最重要的政治日程。不知道这一段还有没有时间可以讲防卫白皮书的问题吗？刚刚我非常喜欢跟部长同台，每次部长总是替我提醒了应该讲的部分。这个是台湾的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1.8%，日本只有0.9%，虽然每年都在提升，所以不管怎么说哈，跟台湾比起来的话，日本的 GDP 当中的国防预算的比仍然非常非常的低。对于国防白皮书或日文所讲的防卫白书，我追踪了十几年，每年这个时候，包括几个礼拜前我在这里预告防卫白皮书应该要出来，果然就在上个礼拜出现，公开发表了。十几年来每次只要防卫白皮书一发表，做了整理之后，非常多的机构，包括公的，包括私的，民间，甚至金融机构，就会叫我去解说一下，所以表示我们台湾不只是公的部门哦，连私人的部门，私的部门对于日本跟周边的防卫安全安保的变化都非常非常的在意。今年的防卫白皮书就跟刚刚部长所说的一模一样，注重的三点，一个是不管美国跟北朝鲜之间的关系如何的变化，日本仍然在他的立场上把北朝鲜当成敌国。另外一个强调的是，中国不管是在军事费用，或者是军力的投资上面都不断的创新高，确实是日本的重要的威胁，这一件事情也没有变过。另外各位看这个表，这是从今年的防卫白皮书里面直接 copy 出来的啊，不过防卫白皮书没有版权，每个人都可以用，各位，但是因为我没有把它翻成中文，各位看日文，但是一模一样的，就跟刚刚部长所说的一模一样，正确的数字是64%对35%，也就是说，中国进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让日本的军机进行紧急升空的那样的次数，中国的飞机占了64%，另外的35%，是俄罗斯，但是俄罗斯集中在北海道跟日本海的周边，中国的话集中在东海钓鱼台的周边。各位再看这个表，在去年，这是2017年，这个也是从防卫白皮书里面抠出来的，进入钓鱼台周边的日本认为是他的领海，中国认为是他的领海的，中国的军机哦，军机，这已经是完全的清楚的军机，中国方面也有公开的发表那样的内容18次，所以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北朝鲜中国仍然是在日本的防卫省的部门里面所正式的认定的日本的威胁或者是假想的敌国，其他的部分我们等一下有机会再说明。
9月11号，俄罗斯也在远东军区，就在海参崴附近，包括整个海面，动员300,000军力进行至少在短期内空前未有的军演，项庄舞剑，已在沛公，也是特别要对东北亚问题，他要，你可以说他刷存在感，或者是他要拥有他的话语权跟谈判筹码哦。我在请教嘉龙评论员之前，容我引用印太策略问题，这是我们第二轮要请教三位专家回答。不止中俄关系，美国、印度首度2+2国防部长，这外相或者是外交部长，然后北约前司令来台北演讲，几天前说台湾是印太战略的要角，这点恐怕要等一下请我们的部长来帮我们回应。甚至有美军军官将领提出模拟攻击辽宁号然后我请教嘉龙来解析，美国为了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增加600亿的投资，甚至对中国的6兆产品的征税下令开炮，以及汇率的操纵国美国予以提上台面了。最重要的是中国带入一带一路，欧美都由中国的霸权兴起。嘉龙兄一起来评论，除了中日关系以外我们这个节目叫新闻大解读，我现在先用1分钟来讲，从一个历史观点来解读东北亚的形势。就是说有一个大国崛起，它的情况呢跟中国很 有相似的地方。这个大国呢是陆权国家，然后呢它周边有很多的那个小国家围绕它。这个大国一崛起之后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周边的小国家呢或者其他国家呢没有安全感。那这个大国叫德国，德国是欧陆的强权，它一崛起之后周边的许多国家都没有安全感，于是会投向英国的怀抱来组成一个反霸同盟。现在中国在东亚崛起之后，中国是陆权国家，它周边有许多的那个所谓比较小的国家然后这些国家缺乏安全感，那日本就是一个重点日本面对中国的崛起，那么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崛起呢，首先它是经济崛起，这叫和平崛起，可是呢它现在已经进到军事崛起的阶段那对这个冲击呢，就是它要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那首先冲击到的就是日本。日本的安全呢有两个地方很重要，地缘政治上来讲有两个地方很重要，就是朝鲜半岛跟台湾。如果日本是一只螃蟹的话，它的两只脚就是台湾跟朝鲜半岛。所以呢刚才这个前面两位提到日本对北韩的这个担忧，对不对？这个是成立的。那么我现在来就这个我们台湾比较简单，就是说台湾要进入强军事的年代，以前我们是强经济，以经济发展为主，国家战略以经济为主，现在呢不能只看经济，必须也看军事，因为中国的崛起已经进入军事崛起的那个年代，所以呢它不但威胁到日本，当然也威胁到这个台湾或者其他这个东南亚地区或者西亚地区都一样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日本怎么去看它当面的北韩的问题，北朝鲜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跟美中贸易战就有连结了那我们现在首先来看一下川普总统把国务卿庞培奥的那个访问北韩取消了这是上礼拜的事情。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要等美中贸易战解决之后再来处理北韩的那个无核化的问题。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直接就是把美中贸易战跟北韩问题挂钩了那么如果美中贸易战，大家想一想看，如果美中贸易战迟迟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北朝鲜的问题、北韩的这个问题就也跟着就不能上台面了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会产生一个问题，因为金正恩希望从美国得到的利益有 五大利益第一个要把停战协定转成正式的和平条约，为朝鲜半岛创造永久和平。第二个呢，希望跟美国建交，得到美国的外交承认，互派大使。第三个呢，他希望美国提供这个安全保证，不要有斩首行动，不要有这个对军事政权推翻他的这个东西。再来呢，美国希望美国解除经济制裁。最后呢，美国答应给他经济帮助帮助他经济繁荣。那金正恩也强调他要追求经济繁荣，对不对？这五大目标都必须要美国。那么如果美国不理北韩的话，那金正恩这五个东西就 得不到。所以呢，金正恩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果他成为习近平的工具来对抗美国的话，
以至于美洲贸易战延而不拖延下去的话，那对他是不利的。好，所以呢，那个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现在没牌可打，不得不把朝鲜牌拿出来打，北韩的问题拿出来打，希望增加跟美国谈的筹码。就是如果你要解决北韩的无核化的话，你必须要那个中国的帮忙。结果川普现在说中国都没在帮忙，哦，等于是说把北韩的问题的责任丢给习近平。所以习近平现在可能要取消九月九号去北韩的访问，因为他如果去的话，跟他站在一起去阅兵的话，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中国跟北韩搞在一起，好，那无核化的问题中国要有责任，要担责任。那习近平可能考虑十月份再去访问，九月份可能派别人去代表。那这个意思就是把北韩问题跟贸易战挂钩的结果，等于是说川普要拆解习近平跟金正恩的连结。那这个东西是跟贸易战有密切关系的，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中国的崛起，从经济崛起到军事崛起以后，想要突破第一岛链，所以呢，不只是钓鱼台，啊，不止钓鱼岛，啊，不只是那个飞机的那个跟军舰的那个巡绕，引起日本的那个防卫反制，其实台湾的影响也是很直接，因为台湾是像你刚才说的印太战略的一个要角，就东北亚、东南亚的一个衔接点就在台湾。如果台湾这边被突破的话，相当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于白打了。就是在亚洲部分，美国因为在日本进行这个亚洲这边的对抗以后，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西太平洋第一岛链，所以如果丢掉台湾的话，或者丢掉朝鲜半岛的话，那相当于美国的这个二战跟日本打了半天，等于白打了哈。西太平洋整个崩的那个防守会崩溃。所以呢，对美国来讲，不但要支持日本，而且要支持台湾，也要支持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因为这个东西直接牵涉到日本。那我们都知道哈，苏联没有打到美国领土，纳粹德国没有打到美国领土，唯一打到美国领土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就是那个珍珠港偷袭哈。在对美国来讲，他不能接受第二大工业强国的这个日本重新武装，走独立自主国防，对外可以发动战争啊。那日本已经失落30年，他不能对外发动战争，这是一个限制。所以呢，对美国来讲，让日本没有理由重整军备，走独立自主国防去修宪，非常重要，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这个利益之下，美国必须保护台湾，不能让日本有重整军备的借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东亚的情势的话，就知道中国的军事崛起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这一点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好，有关日本是不是修改这个和平宪法第九条，等一下请永宏教授来帮我们解析哈。我第二轮要特别请教这个部长跟永宏老师，就是美印第一次谈这个印太战略二加二，就是外交部长跟国防部长哈。然后北约前司令啊叫做史塔莱迪，上周在台北举行演讲说，台湾是印太战略的要角。我为此啊特别介绍这本书，也刚刚上市。这位史塔莱迪啊，他刚好写一本书叫做《海权争霸》，我自己拜读以后，可以说是继100年前的马汉的《海权论》以后一本最好的，而且把最当今最新的形势，毕竟100年前那时候美国才刚好从北美洲冒出来而已，哦，但是马汉影响100年来的美国的海权思想，那这本书等于是又把美国的《海权论》这个海权思想做予以更清澈的解析。然后这位撰述者他自己说，台湾是印太战略的要角，是不是请蔡部长帮我们解析？好，很好的啊。美国最近跟印度呢，2+2 呢，就说两国的国防跟外交部长啊，他们未来轮流的在华府跟印度的这个新德里呢，他们会谈到了这些啊，两国的军事、外交、国防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对话。事实上呢，美国跟日本二加二呢，事实上他们已经连续了15年，已经连续了15年。我个人希望说啊，美国跟台湾呢也能够有啊二加二的对这个国防安全、外交的对话，一样的，台湾跟日本有2:2的这样的对话啊。因为二加二的对话，美国跟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外交、军事的这些首长的对话呢，我想是美国印太战略的一环，哈，美国战略印太战略的其中一环。事实上，我过去在这个节目也谈到了几次，就是说，川普总统
就任将近两年多，快两年的时候呢，事实上今年年初呢，他们在川普总统本人就在白宫开一个记者会，正式宣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战略的报告书，其中有一项就是谈到了美国未来会把中国跟苏俄呢作为美国的一个对立的一个对手，而不是这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对手，这个跟过去呢，美国在这个奥巴马在小布希时代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呢，战略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印太战略呢，是一个对我分析来讲是一个有针对性，对中国这个霸权的崛起、军事的挑衅啊，中国经济的这样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要称霸世界的这样的霸权。美国是会有很大很大的余力跟警惕的，所以美国跟印度的这样 2+2 呢，2+2的这样的对话，我想是一个很好来对付中国这样的一个军事的霸，尤其是在亚太、亚洲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度洋这一块的一个对付中国很针对性的一个做法。那美国呢？这个最近这个在台北一个国际论坛里面呢，前这个美国这个北约的这个军团的司令呢 Strafford 呢，他也被邀请在台湾，他说台湾可以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扮演一个很关键性的角色，换句话说，他说台湾可以在跟美国这样的一个互动，跟日本的互动来扮演印太战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角色，但是呢，他一个前提就是说，不要这个让中国生气啊，这一点我是有余力的了哈这个是英文就是 too naive， 太天真了啊，因为中国要称霸美国美国总统或是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去年在年底在这个对东协的这个国防部长的会议，他讲清楚，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这样的一个军事化，讲得很清楚。那如果北约呢，的前这个司令呢，这样讲，我想是，我不想他在讲是有在国际的政治现实里面要对付中国，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你说又不这个惹恼中国不生气，我想这个是不太可能的。不过从台湾的观点，未来台湾在亚这印太战略扮演什么角色？从我想，很多学者专家这几天呢都在做分析。我想几个我们台湾可以扮演的，台湾呢要在印太战略要扮演有关键有益的角色呢，一定要跟美国跟日本这样的一共同这个安保协议或者亚太的战略协议呢要放在一起来谈，我们不能谈说台湾个体要在印太，我想台湾还是太小，外交的现实、中国的因素等等。但是呢，如果台湾跟美国透过2019年的已经参众两院通过了，川普也这个签署同意了，就是说怎么样未来强化台湾跟美国的军事合作，包括战机啊、战舰的访问台湾台湾跟美国的军事演习等等。这个都可以把台湾呢不仅分担美国的一个战略的这个风险，而且能够壮大区域的亚太区域的安全合作，跟日本也一样。事实上，我过去的经验呢，日本政府、日本的防卫厅呢，对台湾是更关心、更支持台湾的这个强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国防战力，因为台湾呢，我上次也讲过。台湾海峡如果被中国拿去了，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那对日本就完了，对日本的打击呢影响会很大。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认为说台湾要跟美国跟日本要适当的合作第二点呢我也说过，台湾呢在印太角色呢，我想我们要透过这样的南向的，蔡英文总统说南向的政策我肯定也支持，不过可以更积极的有所作为，跟菲律宾啊，跟这个新加坡、跟澳大利亚啦，甚至跟印度、越南，可以做更加的、更多的，不仅在安全上，可以在经贸医疗
文化上的、教育上的合作我想扮演的角色，台湾在这个比较软性的非军事上安全的这样的跟亚太区域的东协的国家合作，我想台湾是可以做的。这是日本防卫省最近所公布的白皮书，中国急速扩军，对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的包括一带一路有所疑虑。然后上周啊，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官布莱尔上将也撰文蒙宁攻击辽宁号，希望台湾也能扮演角色。哦，这过去都不可想象的。哦，这跑出来说，台湾在未来整个亚太战略里面、军事战略里面有它的角色。哈，哦，永和老师是不是请你一起来分析？请。国防白皮书里面每年最重要的另外一部分正面的日美同盟的强化，但是眼前的日本对于川普美国确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疑虑。9月11号到13号在海参崴，普京、习近平、安倍晋三就会见面哦，所以见面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多，只是谈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而已。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推测，但是见面的机会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频繁。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日本本身绝对矛盾的自我统一，这是细田几多郎哈，对他们来说，做两个方向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他们内心拿出了国益这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事情，所以小野是五点，这个我们知道的防卫大臣，在今年的防卫白皮书的最前面这样写，我们可以参考看看，我念给各位听，防卫省以及自卫队，就是他们的军队，随时做好万全的危机管理，只为维护我国，我国日本，维护我国的独立、和平、安全以及国民的生命财产，此一崇高的使命而努力，别无他念。这个当然是理所当然。但是部长在旁边，不好意思，我们的军队是不是这样，不太知道。所以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很重要一点，每年都评估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军力的平衡。今年又做出表，我今天忘了 call 给制作单位，不好意思，但是各位可以回去查，500多页，真的每年非常非常厚。单单把它审视完就已经很用力。到了部长当部长的部长当部长的最后，2007年、2008年。特别是到了2009年、2008年大概平衡，2009年之后，空中的优势台湾就失去了。再来的故事各位都知道了，越来差距越远。所以也就是说，马英九政权的8年，很重要的是我们在空中的优势完全的失去。军队的弱化不是现在才开始哦，各位也许有一些误解，马英九时代军队的弱化非常非常明显。对我而言呢，最麻烦的事情是征兵制的废除。在欧洲或者是 EU， 是因为德国跟俄罗斯的大后退，所以明显的敌人或传统的敌人不见了，所以整个 EU 基本上全部变从征兵制非常顺利的过渡到募兵制，但是当然这一两年法国有新的动向，也就重返征兵制，不过那当然名义上是因为反恐攻的问题。那台湾的话，单单审视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看，当然是日本的角度来看的话，连日本都认为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军力的平衡对台湾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状况。当然我们先不要论日本的立场，日本立场当然是台湾越强越好，跟中国越冲突越好，这一件事情各位不要忘记。但是跳过那一件事情，如果蔡英文海洋政权，我要强调，蔡英文海洋政权如果认为中国是敌人的话，军队的再强化或国民军，也就是说为国而战的军不重建，这当然包括征兵制的重启，我只能这样提醒。但是如果把对方当敌人，但是没有任何的准备，包括部长刚刚讲的非常重要，国防预算不增，而且在比例上就占 GDP 的比例上反减，我也不知道民进党或蔡英文政权编了一两年，应该马上要第三年的预算了，如果还没有重新思考的话，包括征兵制的问题哦，我也有儿子，
念了大学，也快满20岁，但是仍然要提醒，如果把中国当敌人，这一件事情必须处理，否则学马英九后现代化，持续的把跟中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解消，用方法。这个过几天，各位说不定在产经新闻里面会看到这一段。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啊！我们举欧洲最经典的例子，瑞士是一个中立国，他仍然至少在他们国家保持最强的军力，哪怕中立国都如此有所战备哈。我们再看美加墨北美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衍生出来的，最近川普总统是火炮四射，不只对中国的经贸战，对 WTO 也有所批判，请。美国和墨西哥在27号达成初步协议，同意以新修订的协定取代原本的北美自贸协定。川普甚至提议把这项协定改名为美墨贸易协定。This is something that's very special for our manufacturers and for our farmers from both countries, for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ork for jobs. I like to call this deal the United States-Mexico Trade Agreement. I think it's an elegant name. I think NAFTA has a lot of bad connot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而墨西哥虽然表示希望加拿大也能一同推动新协定，但却也敲边鼓地表示，如果美国和加拿大协商破局，美墨就会自行另签协定。这与墨国政府向来的立场大相径庭，因为墨国以往坚持，北美自贸协定若有任何修订，都必须将加拿大纳入。其实美墨双方这次同意修订的版本和旧版的差异，主要在汽车自治率、日落条款和劳工等项目。如今美墨双方都选择让步修订，川普更是放话可以不顾加拿大和墨西哥另签协定，但究竟这是在对加拿大施压，还是当真要把北美自贸的多边协定改成双边协定，仍有待观察。我在请教嘉龙财经评论之前，我把最新的消息跟大家报告，美墨达成协议，加国肯遭排挤，美加的自由贸易协定没谈完，川普呛绝不让步，这相关甚至川普说要退出 WTO， 他这火炮四射了哈，还有包括中美贸易协定，我们只关心说，这正是杂志所做的封面报道，不只有土崩贸易战灾情盘点，这恐怕到目前为止在中方是很难收拾的。同时，正如这个杂志刚刚今天出刊所说的，两只大象中美打架，台湾会是短多长空吗？哎，嘉龙兄，川普现在的发言呢，包括 WTO， 包括墨西哥，我分段来解读。第一个，美国对中国加了关税之后，从中国出口加工出口到美国会变得越来越不合算，再加上中国的那个工资上升，这个对污染的标准提高啊、等等，在中国制造的话是条件越来越不好。那么从中国移出来，制造业移出来，如果能移回美国当然最好，创造美国的就业机会。可是如果不能移回美国的话，要移去哪里呢？像很多台商私下有跟我讲，他们移去越南、印尼、甚至有的考虑移到印度，或者甚至于缅甸、那么这些低工资国家，当然将来如果北韩 也许也可以成为一个转进的目标，现在美国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就是墨西哥、所以美国跟墨西哥谈的协议里面，就是针对制造业如果从中国撤出来，那么转进到墨西哥的话有什么好处啊？有什么要求？比如说它中间有汽车业40%-45%的环节里面要使用每小时薪资$16以上的工人来制作。那这个像还有呢，那个协议里面的国家所提供的零组件要从60多调高为75%，75%是吗？美国或墨西哥协议国里面的生产的零组件，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要求或者吸引从中国撤出来的制造业，尤其汽车啊，改到墨西哥来投资。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跟墨西哥谈这个新的贸易协定的时候，等于是美洲贸易战的一个配套。我要把企业制造业从中国拉出来，拉去哪里呢？对不对？如果你东南亚去其他地方 ，OK， 但是呢，说不定你可以考虑一下墨西哥。那有人说，墨西哥签这个协议的话，相当于割地赔款。墨西哥就是考虑到将来它可以吸收外来直接投资，包括美国厂商去墨西哥设厂投资、生产零组件等等，所以墨西哥才愿意签这个协定。那加拿大为什么有状况呢？听说是这样，这个川普在白宫接受彭博的采访，然后他讲了一段话以后，跟彭博说，
下面讲的不要公开、哦、我私下跟你讲、嗯哦、通常你这样讲的话记者一定公开嘛、哦、讲什么呢？他说加拿大非让步不可，我不会让步的、哦嗯嗯、你不要写出去哦，因为你像写出去的话对加拿大是一种羞辱、嗯啊、结果这一句话写出去以后加拿大很不爽、哦、那其实意思就是现在那个没报纸的标题也讲川普不会对加拿大让步、哦嗯嗯、那这个重点是因为美国很多厂商在加拿大设厂以后回销美国、哦、所以美加的贸易是 很庞大的，量很庞大的、嗯嗯哦、所以呢估计将来加拿大还是得跟美国达成一个新的协定，那这样子的话就变成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呢等于是重新界定、哦嗯嗯、这样子。那美国之所以要退出 WTO 是这样，如果 WTO 对中国的那些不公平贸易行为不能处理的话，这样的 WTO 对美国来讲没有意义，所以美国退出、嗯、但是美国并不是闹脾气，因为美国跟欧盟谈了零关税零补贴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叫新关税同盟、嗯、接下来呢因为欧盟已经跟日本达成零关税的这个协定，所以呢接下来呢墨西哥、加拿大、澳洲、韩国都加进来的话，我把它称为新关税，这是新关税同盟，这样里面这里面就没有中国了。换句话说等于是变相的把 WTO 给废掉了。那么这个情形呢等于是也是针对美洲贸易战来的，等于重新组织了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啊、那这样子都是几乎每一个川普现在每一个动作都是针对中国而来、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一带一路的话也是一带一路是针对中国的，这个不讲那个印太战略、啊、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来的啊、那 我们知道总体经济跟地缘政治、啊、是有互相连结的、啊、紧密关系的，它有一个沙盘推演是这样。习近平取得权力是因为他等于是有一个愿景要收回台湾，那可是收回台湾的话不能正式动武，所以他考虑的是封锁台湾 航空海运的封锁。可是封锁台湾以后中国的沙盘推演里面美国会反封锁中国，那反封锁的结果呢就是中国被封锁的话它的石油进口会出问题，它的原物料进口会出问题，所以呢它开始进去南中国海岛礁填土变成那个军事基地，是为了要确保它的船经过南中国海的时候有航行的安全、哦、经过马六甲海峡等等。可是呢石油怎么办，那个沙特阿拉伯不会卖给他，美国不会卖给他，俄罗斯只是卖一部分，所以他最后决定要争取一个国家叫伊朗，为了争取伊朗从陆地运石油过来，所以他的一带一路的重点国家其实是伊朗、嗯嗯、是这样来的。所以可是呢他因为跟伊朗买油的结果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初伊朗被制裁，然后呢中国问他说我跟你买油用人民币结算可以吗，伊朗说接受，所以呢老共后来就推出以人民币结算石油期货交易，这件事情等于挑战石油美元的地位，把美国惹毛了，所以美国一定要对付伊朗，其实在打中国，是这样来的。谢谢嘉隆兄从国际财经来帮我们分析哈。下周因为这个蔡明宪教授跟张永成教授应美国的 Huston Institute 一个哈德逊研究所之邀，会到纽约到华府，我想他们回来以后会给我们更丰富的有关美方怎么解读印太战略跟台湾的角色哈。最后还是郑重推荐这本书《海权争霸》哦，这本书。我说过是继马汉以后一个最好的书，重新了解今天的世界的地缘政治。我就引述这本书的重点，当代最著名的海军将领，也是唯一做过北约盟军最高统帅的美国海军上将史塔莱迪，用他旅经全球各大海洋身历其境的经验，写出这本有关海权的故事，告诉我们海洋地理如何塑造国家命运，海军军力如何在一种实质意义上造就今天这个世界，并且决定明天世界。台湾在印太战略里面我们什么角色呢，这本书提供非常多的启发跟界面跟思考。我希望我们的观众包括我们的军方海军务必拜读这本海权争霸。感谢三位，下周我们会提供更清晰的政治解读，谢谢。